整队合作卡，没办法啊。开抖音不会掉新珠，攻击不会变高哦。荷兰八等没差啦，重点只是他的技能而已，对不对？我们八等照样吊打。现在无脑转了，先不用开哦，先不用开。下一关的话呢，我们开个小爆发哦，开个小爆发，开个这个。好，下一关是小怪。好，非常简单，还要下一关哈，下一关继续把库拉皮卡开回来，然后把那个拉拉蒂娜开回来，好，这一关的话呢，我看一下哈，我是觉得直接打就可以了，不用怕。开个这个好了，好，下一关是那个猫公爵那边齁，猫公爵这边的话先把这个新珠都消掉，这个位置好像不太好，哎，怎么这样就死了，一不小心就把他打死了，来王一齁，先打齁，等到那个荷兰那个什么哈勃那些技能全部跳起来的时候，再一波把它带走。我这边补两万七，哦，两万七，而且很痒哦，要打你很痒。两万，先稍微消一下他的血量齁，消一下他的血量。你们觉得这有办法一波带走吗？这有办法一波带走吗？试试看有没有办法一波带走，好不好？等一下阿伯，一回合。16000，看天降哦。其实我觉得，其实我自己是对他蛮没有自信。22000，神猫加倍我会抽啦。怎样？不抽你都不看了，是不是？好了吗？可以一波带走了吗？算了啦，我想要直接拼的啦，1、2，我想要直接拼，做直排好了，哇，
哦，这个天降感觉有点机会。好，补了多少？哎，才补三万，三十八万是怎样？你给我补三十八万是怎样？哦，两万补死他！你看还打不死。好，差不多啦，我觉得差不多，反正你就算没打死他，你也不会死，所以可以放心齁。好，现在打死了，然后这最后一关齁，就先这样子，稍微洗一下啦。好，等一下，等那个哈勃跳齁，等哈勃望远镜跳，哈勃跳了之后就。安妮娜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这样就过了。达格尼斯非常的简单。